大家好呀，我是大嘴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坤坤挑战。挑战坤坤的话，那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打过了？死鬼！对面只有一种僵尸，鸡贼僵尸呢，那我不就只需要派出一个植物就行了吗？就来一个闪电芦苇不就行了？这一个植物就能单防所有的僵尸鸡了，一个字，绝。不过这只有一个闪电芦苇，电起鸡贼僵尸来还是太慢了。这旁边的地刺王也没啥用，直接把他们全部给铲掉，都换成闪电芦苇吧，这样就能更快的干掉鸡贼僵尸了。这对面的鸡贼僵尸数量好像有点多呀，居然都已经走到这里来了。这不对吧？哎，赶紧换个其他的植物，把这些鸡贼僵尸先干掉吧。这旁边的闪电芦苇居然被僵尸鸡给冲过去了。你不是僵尸鸡克星的吗？居然被僵尸鸡给干掉了，这样太逊了吧。